小酒铺里面，你一进门，他摆那个菜碟都是一碟碟的，两片粉肠，一片火腿，半了咸鸭蛋，半了松花，这就是酒菜啊，就是有那么一小碟。我见过一大姐，就是这话就是80年代末，要不就90年代初。你想我才多大呢？20上下，甚至还不到啊。那回我还小朋友呢。我印象中有一大姐30来岁，穿的挺讲究，呲儿啪的，捯饬的跟大摩登似的啊。那一屋子老爷们坐那喝酒。啊，要两片粉肠的，要半了咸鸭蛋的，要一大钉子的都有啊。来一大姐坐在这儿，大碗一斤白酒，什么菜都没有，就搁桌子上。啊，印象很深，穿一黑色的裙子，大高跟鞋，啊，头发烫的大波浪，那年头就了不得了呀。坐在那儿掏出一张报纸来，坐着看，看看报纸，喝一口，看看报纸，喝一口。报纸看完了，这碗酒喝完了，叠起报纸转身走了。满屋子老爷们都傻了，报纸下酒你不服？